神爱的带领，让我们用心用爱共同谱写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乐章。主爱的激励，让我们用心用爱共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瞬间。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，但是这份感动却让我们回味无穷。今天的诗歌观摩会虽然接近尾声，但我们的赞美却永不停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保持这颗火热的心，永永远远称颂神的名。现在我们宣布，真耶稣教会福清市教会第七届诗歌观摩会到此圆满结束。愿真神的慈爱、主耶稣的恩惠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